正常走路啊，正常走路。哎呦，我屁股都开花了。屁股开花关我什么事？关你什么事？就是因为你这个又粗又硬的东西捅到我屁股了。捅到了？是啊。刚才我急着看巴伯连那个视频，没注意啊，对不起啊。我看你妈生出来都是没眼睛的，走路都不长眼睛的。当时对不起了，还说那么难听干什么？你这么一撞啊，估计我内分泌都失调了，说不准呢、啊，失调了也不好，估计上面都流血了。流血了，那我帮你看噻。你耍流氓啊！哎呀，不是啊，你不是说流血吗？帮你看噻。我屁股能随便让男人看的吗？你又不是我老公。再说了，我还没结婚呢，你说看就看呢、啊？你这个人怎么那么龌龊的、啊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一时情急，说错话了。哎呦，现在走路都不利索了，你说怎么搞？你说怎么搞？处理一下。哎呀，要不这样，到我家我帮你涂上那个药酒，你放心，一擦就灵，一涂就好。我家以前那个老母猪啊，也是摔断了屁股那个。我是老母猪吗？我不是说你啊，我意思是比喻一下，我那个老母猪也是比喻，也不能说把我比喻成老母猪。是，我跟你说，我不涂你家的药酒，我还没结婚生子呢，你这么一涂，说不准以后我不孕不育呢，怎么搞？你开玩笑的，我跟你说，今天呢、啊，你给我赔个5000块，要不然今天你别想走。5000块？是。让我去大医院检查一下，照一下 B 超，各方面全程上下检查一下。不是啊，我在家里干那个农活的，干一年都没有5000块钱了，我哪里拿得出来？那没有，你走路也不看一下，撞到了你肯定要负责啊。要不这样子，刚才昨天那个卖了2个鸡，得了200，我给200你算了，好不好？200块，进医院门口都不得啊。不行，没有5000块，今天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哎呀，跟你说，我确实是没有那么多啊。没有，你叫朋友借啊，叫亲人送过来也得啊。你没有手机吗？哎呀，我那个朋友一看到我叫个穷鬼，都怕死都跑了，让他借给我。别人怕你，我不怕你。没有5000块，今天我是打死你定了，你信不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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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以为我5000块呢？我还没结婚呢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美女，消消气啊！我什么消气啊？你是他老婆啊？主任啊，救命啊！我是这个村的妇女主任啊！哎呦，你来了正好了。他这个刁民啊，撞到我屁股了，我叫他赔5000块，他说没有哦，他说是穷鬼了，你说怎么处理？5000块，你不是狮子大开口吗？何况这屁股那么厚。撞一下应该没多大问题呀、啊。照你这么说，我叫他捅一下你，我看你痛不痛。哎呀，5000块确实也太多了，要不我带他跟你说声对不起。如果对不起能搞得这件事，那人家要警察干嘛呢？你不能换位思考一下吗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结婚呢，他这么一撞啊，我内分泌都失调了，我估计这么一撞。都生不出儿子来了，你说怎么办？这个责任呢、啊，就相当于那个香火断了那个这么严重。美女，你说的这么严重，我们也没看到啊。如果确实是那么严重的话，不要说5000，5万我们都赔你。就是嘛，5000块算便宜了，跟你走路还一拐一拐，不利索了。你说严不严重？但是你要我们赔呢，也要我们赔的心甘情愿呢、啊。要不这样子，我有个想法。你看行不行？什么想法、啊？既然你说撞得那么严重，我们又没看到。你看，这里面不是有个桂林吗？你们两个进去检查，如果确实像你说的那么严重，他没钱赔，我帮他赔。这个主意好哦。是啊。你愿不愿意？愿意啊。行，既然愿意的话，进去检查出来就有结果了。放心了、啊，你跑不掉，我跟你讲。让我尽量给我把那个老母猪讲。主任，你在这等。行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跑了。赔了你就知道。哎呀，这个才撞一下屁股就要5000块，那不是讹人吗？我在这里等一下，要不然等一下老实人都要被坑了。哎呀，怎么样啊？主任呐，
幸好你想了这个主意啊，浑身都不痛了，而且啊，经过他检查一下，哎呦，全部说通了，没问题了，没问题。那几千块应该也不用赔了吧？哎呀，要什么钱真是的，解决问题了，真的是不用钱，没事我就找了啊。是不是？没事没事。找我帮我那个老母猪。也是，飞哥才不能小心一点吗？急着看手机啊，刚才。哎呀，怪不得别人不讹你讹谁呀、啊！好在你遇到我啊，这样轻轻撞一下就五千块、哎，你这辈子都拿不出来。谢谢你啊，主任。下次走路不要看手机了。当然。我先回去了。啊，以后你屁股痛，记得叫我来按啊。神经病啊你！